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发响的吗？我们一开始怎么样发响的？一开始是随意发响的。我记得我们是先开了一个会吧，然后我们想了啥来着？我们想了很多主题。我们应该从难民开始，难民，然后最后发现我山区孩子。山区孩子，山区小孩，对，还有心理健康，心理健康，然后我们还想到那个毒品，对，还想到毒品，毒品，对，我们想到我们简短的想到，然后我记得我好像当时那个讲了蛮多干话，是这样，对对，嗯，然后最后我们变成选择改善校园，对，然后我们最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题？是因为做不出来，做不出来，之前那个太伟大了，没有满意，太伟大了，我们太渺小了，对，没有满意。然后我们后来就决定要解决校园身边的问题，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这个我们阿哲老师每次在开会的时候，会那样，就是。你们没有好好穿校服，你们要好好穿校服。然后有些人就是嫌那个价钱太贵，然后太冷，所以我们就打算改善校服。对，非常不错。把这个给搞了。对。然后我们前面几次会议的时候呢，比较没有默契，就是大家。例如某两个人呢、会在会议的时候消失，不说是谁，那到底是谁？对，我不知道是谁，然后后来大家就逐渐积极了起来。后来呢，我们定了校服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要用问卷，然后我们就发问卷的时候，我们在校园里面设了，然后我们还在圣诞树上面放问卷，你们可以去找我看，我在三个地方，三个圣诞树上面都放了。可以找，你现在应该是在，应该现在肯定在。你们各个年级发问卷，然后还被那个小屁孩无视，小孩都不理我们，小屁孩给我们甩眼色，他以为我们发传单，然后就直接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发小广告，哇，真没礼貌，你们这么惨哦。对啊，你比较勇敢一点，对，我们就直接被拒掉，我们很伤心。哦，训嘞 ，be a man 啦，就是 rising。学校误会我们的词汇，他说我们联署差点变成学生运动家，都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词汇太伟大了，是这样的。说你屁啊！你不是提出来 LB 联名吗？对啊，这都是。说点实际的，还不如原神联名。不如原神联名。对。解决校服问题 ，LB 联名，改善。我觉得实际这个东西，我也觉得。对啊，那个联署。确实。学生运动，主任，然后我能射你，我也没办法这么射你。然后我们还有在三更半夜画一幅图，对，凌晨12点多在画的。你看我们多重视你的作业，小智老师，真的是。然后我们学习单还改了三次，对，我们改了三次。对啊，我整整写了三份。对，我们非常辛苦。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故事。对，发表一下为什么会想买 LV 这个东西啊？因为我想要穿 LV。我觉得特别的在意，我想穿，我也想穿。你们访谈过程我没有参与，那个具体发生啥？访谈过程就问一些就是跟校服特别相关的同学，他们对于校服会有那个。就是很多自己的意见，比较激烈的意见，比较激进的意见，就是他们对校服的看法比较多，就比较好，对，多然后就很有参考性，就把那个参考下来。好，那我们的期许，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。我们形成两岸包夹之势，不是我在说什么。我们希望能够改善校服，然后就是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学生会会长或者是家长会的成员，然后下次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可以那个有一些比较可靠的数据，然后对，
代表学生的声音，让那个开会的人知道校服可能哦价钱太贵。所以我们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点问题。是的，也原神是米哈游自主研发的开放性世界游戏。